原标题，他建国后已退伍，但抗美援朝爆发后，他坚决要求重新入伍。历史客栈今天介绍的这位战斗英雄名叫陶玉海，是抗美援朝时期的特等功臣，一级战斗英雄。不过与其他战斗英雄不同的是，曹玉海有两次入伍的经历，还两次被树立为战斗模范，这在我军中还是不多见的。曹玉海1923年生于山东莒南一个农民家庭，祖父母、父母、哥哥都在地主的逼迫下死去，他八。